慢嘞嘛，我讲你今嘛当时要去买啊。哦，侬不爱插人呢。你伫诶遮其实已经一暝一日啦。吼、哦，安尼做成迄种死守原地的忠犬小八呢？哦，原来你毋是小博美哦，你就田犬啊。来，退啦！你刚才想到我要买咖啡给你。你是嫌我无够清醒，要买来我提神的心。免啦，我无需要。唔是啦，你用对去啊！我是看你得要二四点钟拢无叮当啊，啊连厕所拢无去者，万一心啊歹去吼，以后我都无幸福啊！讲实在的啦，你要坐单一家缅怀天呐、哦，我是无意见啦。也唔过你加减嘛，你小叮当一个活动一下筋骨啊。啊，那无哦，万一你的小屁屁呀、啊、长痔疮，去医生看都尴尬。咖啡都买来，卖偷嘴了。来了，你们呐！呜！哇！好，我这世人哦，唔捌叫人去用迄咖啡用惯的啦。你当作咧灌大杯啊？嗯，莫安尼嘛，人我嘛是为着你设想啊。对啦，阿玲也知影我伫遮一工啊。你嘛伫遮陪我一工啊，对无？系啦，我就是去伫我的车内一工啊。毋过我承认啦，中哦，我有去过几次厕所，喝过几杯咖啡，吃过几包零食，啊，当作是来遮陪你露营，其实嘛袂歹耍。只是讲看你拢也无叮当啊，心也爽爽的。哎，啊，讲实在的啦。忠犬小杰啊，你是坐有够开啊无？你若是感觉有够开啊，无我带你来转啊。我着家己饲一顿啊，粗饱，替你饲香香，然后你着好好睏一醒啊。啊，着亲像是我咧照顾流浪狗共款啊。我即摆敢若想着，我搁无路替天啊讨回公道，我心内足艰苦的。我以后是袂安那好甲过生活，抑搁徐英泰。伊即马阁逍遥法外，我根本都毋知要怎去面对这未来。讲实在啦，若是徐英泰真正是用国起来成绩定罪，你心内敢真正就会较好过？较好较歹哦，徐英泰我哪饲你三几年啊？恁两个做表囝我哪三几年啊？虽然讲恁两个之间有真侪恩恩怨怨。也毋过，若是要讲完全无感情，迄是无可能的。而且我嘛看会出來，徐太心内对你这个后生嘛是真唔甘，只是爱面子啦，唔肯讲出嘴。这一切都发生得太过突然啦，我真正无都去接受。男朋友免烦恼啦。你即摆我即个女朋友伫咧啊，我会当陪你哦，一层啊一层面对。头一层代志就是我先载你回去找恁妈，还佮有你的亲生爸爸、张叔叔。安尼就甲代志讲清楚，一切重新开始啊。还佮有啦，你即摆是天鹰集团的总经理，嘛是盛唐开发的大股东，对吧？所以恐惊你佮徐英泰的关联哦，无遮尔简单的。未来到底是要安怎，你都要想好清楚。我有啥物想法，甲你妈讲。我相信伊阿母的智慧哦，伊一定会当予你真侪真好的建议。还是卡袂通哦。
电话卡几工都无人接，好像无安尼失踪过，伊到底是走去倒啊？安尼都唔对啊咧，敢会是伊一时巴着接受讲我是亲生爸爸，所以走去咪？唉，拢怪我，我若是较早甲浩杰讲伊的姓氏，伊都袂伫遮尼济人的面头前，承受遮尼大的打击啊！唉，上该死的人是我啦。当初我若较坚强、靠自信的，卖你戆戆认为讲，只要你嫁好嫁人就幸福，今仔日所有一切拢袂发生。阿姨，张叔，啊，你来家等浩杰吼，等几工啊？不要紧啦，无等外久，啊，你若等下就好。来，你紧坐好困，我来给你泡一下茶哈。应该是我。泡茶，你啉得着。我今麦总算知影讲是安怎，你对我这么好，这么关心我。你既然知影我的真相，是安怎你不较早跟我讲的？其实我嘛是伫你甲天籁分离了，我才知影这件代志。虽然我真激动，我真想要甲你讲，不过我一直想着讲，你才失去一个所爱的人，我惊你心内无多承受，所以选择隐瞒你，请你原谅我。怪人感谢你对我还好，这是人所讲的白镜天性。过去咱互相唔知影对方的身份，你甚至为我牺牲家己，替我去担罪、去坐监，为我无私的付出。要不，就算讲今麦咱知影互相对方的身份，你有伫咧保护我，选择隐瞒，甚至去承受家己亲生后生在面头前。我都心里面痛苦，还阁点点继续为我伫咧付出，原来这就是，原来这就是爸爸疼惜的感觉啦。哎呀，你得拍死讲我替你讲的，无啥啦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浩杰，你回来静静哦。玉夫过来烦恼，你无法度接受伊。看起来，伊真正是假烦恼啊。我是想讲，大家三十多年捌斗阵过，我惊你还阁袂习惯。不要紧啦，你就叫我一个月啊，吼、哦。等下你准备好，想要改嘴才改就用啊。啊，是讲你一生要叫阿静嘛用的，只要会当给我这个机会，保护这个家，安尼就用的啊。其他拢不重要。早知讲有一天，我来花保养我的手，臭扁扁，歹势啊！哎呦，吼你那一家伙，我做羡慕嫉妒恨呢。那我是去用领养的，我养父母做大有贵心啊，我养母跟我的感情，假假的，亲像朋友同款。所以我从来唔爱享受过啥物叫一个人的温暖，若是会当变作恁这温暖家庭的一份子，唔知会当偌好。嘿，喂，
不管了，我要来嫁你。妈，爸，我要跟你相亲。哎，魏巧，咱老子半路让乌白乱叫，那爸爸妈妈的道理啦，莫白乱叫啦。咱两个结婚了，啊，我嘛是同款见爸妈啊。今晚先叫起来睏，较早干事啦。好啊，我闹什么新花新娘代志啦？我话骨就是你的。哎，去。巧，其实哦，你这声骂，叫到我心酸酸啊。因为我捌失去一个查某囝，算起来应该甲你差不多大汉了。这多好，阿姨，阿你失去一个查某囝的时阵，敢袂有哪只拄啊好？伫1988年。你是1988年生的哦。哦。你的生日是啥物时阵？啊，你是倒边生的？哦，我2月20日生的。我妈拢讲我是对石头坑内底掉出来，因为我妈讲哦，我呢有够调皮捣蛋的，啊，袂输那一只母猴王同款，所以当然嘛是对石头内底掉出来啊。啊，是讲阿姨，你的查某囝生日是当时啊？哦，11月20日啦。够可惜，安尼我都唔是你的查某囝，是讲不要紧啊，袂当做你的查某囝哦，做你媳妇嘛同款啊。我才无话咧，娶什么母后啊？哦，哎，你哦，可是唔茫笑话我来讲哦，你若娶，我会当甲规粒山所有金蕉拢送互你。唔免哦，我金蕉留你家己食。你真正蛮笑话，真正唔知好歹哩。恁两个哦，是真爱搭嘴讲呢。啊，不过嘛，刚好在笑面头前，平常时啊真严肃的这个孝子哦，会变较快乐、较开朗嘛。啊，无呢，笑，你若有闲哦，就过来陪伴孝子啊。啊哦，做伊开心果。No problem， 谢谢张叔叔温存。对，即马开始，我逐工带两串蕉来看你。Man。喂，什么代志？紧讲。好，我必须要找伊一下。许云泰要找我。浩杰，你免去啦，我惊许云泰会找你的麻烦。妈，不要紧，有一个代志，我要讲个清楚，做一个了断。不用啦，安尼我袂放心，阿是我陪你来。嗯，张叔，唔好啦。许云泰特别啊，看到你就发怒呢，所以你若去哦，伊应该袂甲浩杰好好讲话啦。完呢，我陪伊去。吼，特别许云泰拄到我的时阵，拢掠我无法嘞，所以我保证，伊伫我面头前绝对唔敢对浩杰安怎。免你跟我去。你莫啰嗦了，你甲我滚，你甲我滚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今麦虽带你来摔倒，你会怎样？在内心最强大的敌人面前。气死人呀！规个局面都赢一半，我保证，小等下绝对让你的出场啪哩啪哩。是要啪哩啪哩啥啦？哦，喂，哦，渔夫，你放心啦，巧也欢迎这么紧哦，有意陪浩杰去。应该袂出什么代志啊？啊，是讲巧姐咱的个性哦，甲浩杰真适配呢。那是因为哦，你对浩杰不够了解啦。我看，伊只是甲巧当作是家己的小妹看待，因两个人应该袂有啥物发展呢。哦，是安尼哦。看起来，我还阁加了解一下家己后生才用的。玉夫啊，我去摕一挂浩杰细汉时的相片给你看，加讲一挂伊的代志。嗯，我妈妈靠过因玩个真厉害，唉，是讲咱家的好朋友哦，以后唔知啊敢够有机会，同我参照较早同款，
到庭做会啊？我替办事，我找一个时间小甲关心一下。新郎、郎中、冠廷，较早拢是好朋友呢。希望别因为安尼哦，甲感情拍歹。我甲你讲哦，因即卖的关系，毋是你去考劝着当好好的。我看吼，你上好是甲阿婆照顾好啦。啊，是讲伊去买物件，哪会买遮久啊？到即卖哪有袂转来？我这一人出去踅踅啊，散步，袂惊倒位去啊。伊即卖上解需要，就是一人小冷静落来，才会当化解心肝内遮大压力。你毋知影？伊今日甲我讲要买物件，结果甲我送去病院。而且伊挂的是直肠外科呢。看伊病院出来时阵哦，迄面呢，佮有流目屎痕迹。我是看足唔甘的，唔捌看过伊遮伤心过。啊，不过尾啊，伊一看到我，都恢复正常啊，佮无代志发生同款，遮尔开朗。这一定是心内无准备好啦，所以无想要甲你讲遮个代志。嘛，只有可能。伊想要家己一个人承担这个痛苦，无想要让你烦恼啊！说落来，伊敢会为着要保掉囡仔，坚持要做化疗？哦，哎呀啦！妹妹，我袂当让一个人承受这大的痛苦。我要来甲讲，所有真相我拢知影，不管治疗结果是安怎，我拢陪伊做伙面对。袂用个啦！阿婆平常时这个人的个性就是有话直讲啊，伊会选择阮妈，一定是有伊的理由啦。你安尼甲伊拆破，伊讲的话，伊到时阵你去刺激着伊，万不伊想袂开是要安怎啦？你讲的蛮有道理，我即摆总算知影。是安怎？大概食饭的时阵，伊拢爱无好无共款的动作，因为伊捌甲我讲过，伊上介意甲我做伙食饭啊。啊，不过我大概拢甲伊硬讲，食饭唔着安尼，那有啥物特别啊？我乃想要把握每一个食饭的时机，让我搭档都有无共款的感受。一日到晚不离，有一天会真正离开我。我若想起，我就会想起，伊给我足侪足侪无同款的安等时光。这是我听过上浪漫的故事啊！哎呦，夏晴，你哪来啊？啊，就今仔日。我伫月山饭店门口拄到杨经理找麻烦哦，刚刚伊吼，我真正是好气死呢，所以我就来找大林哥吐苦水啊。哦，蔡玉爸佫拄到这种代志吼，伊即马头壳一定冒咧烧。你才知影哦，阿婆，啊，既然你拢回来啊，那呢，我就袂要惊大林哦。你得好好珍惜做伙时间哦，知影无？我先走啊，拜拜，拜拜。嘿，我哪会感觉夏晴今日怪怪啊？心情不是介好呢？这嘛同款，哪会油头到面啊？哎呦，你们拄好着我着，形容嘛。拄到遮尔侪困难啊！伊是咱的朋友，所以替伊感觉无奈啦。阿娇，哎，莫讲遐啊！你敢会巴肚枵？我来用遐麦片加牛奶，互你小小仔啉，啊，啉好，较好困。好。等我。嗯。哎呦，我都无注意呢，这苏先生哦。就我今日去买，拄好你特价无买袂用的。而且我买的时阵吼，阁有人甲我抢呢，好佳哉我脚抢咩才有抢到。阿宝，
以后你买衫哦，找我去。不管你要买啥，我拢买好你，穿好你。等我一下。这个小苹果病到这么严重，还继续什么代志拢无发生？你敢知影？我安尼看咧，心肝内有偌尔不甘。